陈信宏，你理由一大堆哦。我们这一盘局，我们就互相干扰，你叫来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就直接专心下去。如果不互相干扰，你还可以，你就不要找借口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啊。这一盘局，我们的主题就是人生大道理。输家总是有借口。赢家总是想方法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哇，好了，预备开始，谁先？你先，好来，我就你啦，我就认真跟你玩，不闹你。好，我是红的，我是红的，我是红的，吃你炮，输了叫，不要讲脏话，可不可以？好。讲脏话的人输。好，好，吃你炮。你干嘛？吃你炮。睡了。哇，高兴的不得了。得了。吃你炮。要得了。吃你炮。至少吃你冰。至少跑一个。至少跑掉，至少跑。你们打精彩。还知道用炮来堵我路，不以为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的主。火了，我的炮现在火了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炮是不是火起来了？对。对啊，你最棒了！你还夸奖我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话。这边都不要动。现在都没有闹你哦。嗯，不错不错。都不要讲脏话，安静点点啊。嗯、哦。现在都没有闹你哦。老师，我爱你啦，我爱死你了。我故意翻帅出来让你逐吃，这样有没有对你好？你确定你是故意翻的吗？来，我现在开放一个机会。不要，没有再换你，没有再换你。他不换颜色哦，等一下输了就不要找借口。好了，我在找借口哎呀。我故意翻帅出来给你吃，你还不高兴？谢谢啦，爱死你了。哇！我车是故意给你这样吃，让你啊，没有没有，你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所谓的。你还看不出来我牺牲小我完成？好，那我现在开始不让了。好，我让你两次了，陈信宏。我现在不让了。好，我现在不让了。好。我这样啊，我这样就像耶稣牺牲的精神。好，不然现在你要输了。故意死两次给你。老师，你要输了。让你开心，好不好？我这样让你开心，你还不开心啊？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老师，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？你废话。我就怎么当你老师，就是为了教你，就是要能够牺牲啊，对不对？教你们这些臭屁孩心脏哦，都有高血压呢，都有高血压呢。我也有高血压。嗯，这样还要吃我泡、哦？哇、哦，赵亮亮，哇，你这样子很狠呢、欸。亏钱啊！亏钱是什么意思？亏钱啊！哦，你就要吃就对了啦。有啊，大哥，大哥吃你的泡的咧。没有再让就对了。有，没有再让。有。哎。谢谢。没有再让。我将军醒还没出来，我出来啊。将军出来了啊。剩下那两个月。这样可以不可以？这样有没有为了你我牺牲小我？
选一支。有没有？我当然选炮啊！我这样有没有牺牲小我啦？乌拉乌拉，你有啦，有这个精神。你有没有感受到我的爱？最棒了，我爱死你了。有感受到就好了，我这样也死得也值得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是这样，在拿到烂牌哈，也要把它下好就对了。我刚也是拿到烂牌啊，翻了。是一只。嗯，动啊动啊，打足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了，输了好输。